东北小孩闹冰雪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。2022年呢，不仅是冬奥年，也是农历的壬寅虎年。那每年发行的生肖邮票呢，对于集邮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。昨天一大早，就有不少集邮爱好者来到了沈阳集邮总公司门前去排队，等待盼望已久的虎年生肖邮票。8:30一到，邮票正式发售。排了很久队，终于买到生肖邮票的集邮爱好者如愿以偿。3点钟搁家出来的，我女儿属虎的，属虎的呢，这说实在的，这今年还给这个红包，所以我就更喜欢它了。设计挺好的，我觉得挺美的啊，我自己订了，我差不多拿了4-5套呢，因为在网厅抢，还有自己在订的套票。壬寅年特种邮票是中国生肖邮票第4轮中的第7套，由辽宁籍著名画家冯大中先生创作，其艺术作品尤以画虎驰名于世。壬寅年特种邮票中虎的形象从实出发，得虎之天性，细致诠释了虎的美感。该套邮票呢，延续了我们第四套生肖邮票国与家的概念。那么本套邮票呢，第一图呢是国运昌隆，那么表现的是一只上山虎的形象，那么寓意着国家蒸蒸日上的含义。那么邮票的第二图呢是虎运吉祥，那么是一个面容温婉的虎妈妈带着两只小虎宝宝的温馨场景，那么也寓意着子孙兴旺，那么阖家美满。壬寅年特种邮票1套2枚，全套面值为2.4元。集邮爱好者可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、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等处购买。